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暖身，现在是小朋友下楼梯大对决，等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二届皮卡丘打排球公开赛，好不好？我去！哦，差一滴。我们现在看两位参赛者专注的表情。世界上最专注的男人，哇！救命哦！哇！我丢了！已经来到17层了，战况越发惨烈。哇！好险，差一点点就出发了。哎，谁是绿方啊？哎呦！你一说话就死了啊！我不会一直走下去啊！八七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能玩乒乓球、打排球哎、欸。你就先自杀哦。我那自个，杀，我屌爆嘞！那个，你要是很专心的话，可以破到50几层才会开始变难呢、欸。他是才会加速啊？对啊。真假的？好啦。哇，差小两次都死不了。好，现在，等一下，我等一要下，先啊。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急，来，有没有什么狠话要在开始的时候对对方说？没有没这有，个啊，惩罚你。哎，谁是右边？小鬼是右边。我是右边。哦，来哦，开始啊！哇，第二次皮卡丘打排球公开赛，好紧张啊！哇，这个输了要被记录起来，像我那样一辈子的耻辱。臭小便！小鬼先下一层，哇，还甩头皮发，卡丘装打排酷球专哦。家哎、欸，干嘛？忙打哇，骄兵必败，甩完头发就被连打两下，哇，哇，连打三下，输定了，不，骄兵必逆败。转逆转，骄兵必败。这一个红心啊，刚开始开干了，开干了。哇，哇塞，冷静下来了，马上追回2分，超屌。我觉得他现在很丑。哎呦，我还打了一个慢球，好恐怖哦！一开始看就觉得很丑，开始看嘛。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丢！哇，好恐怖的一球！啊，怎么没打到？为什么没打到啊？为什么你刚没打到啊？哇，死定了！被距离被拉开了，哇，距离被拉开了，拉开距离了，完蛋，赢不了了吗？没有，我靠，骄兵必败，就是稳，慢就是稳，慢就是稳，啊！防守，等等等，打一个，打一个。哇，好巧巧啊！哇，我开始各种变化球了。啊！哇，完了完了，快快好了，被拉开了。我跳跳球。哇！完蛋了，被拉开了，看来第二届的胜负就要出来了。哇！哇，输了输了，丧尸战斗一次，行不行？我要努力向上，我要努力向上。哇，不会吧？6分追得回来？反攻的号角，噗噗噗噗，哇噗噗，哇噗噗噗噗，我还不噗你。不！哇！哇！这球太刁钻了吧！看这球好刁钻哦，太死人了！哎呦！没有，我刚刚就跟你说，我刚刚就跟你说，你开始要呛虾，他就说圣光会惩罚你，你就被惩罚了吧？我输了。哇！怎么办？如果你啊。
好啊，来来来，你来摄影。所以说我跟哥的，我一定打爆哥啊！刚我忘记那个是什么嘞？是什么案件啊？哥那么废吗？拿三颗，然后力士杀球。什么？这四颗，这四颗吗？哎，然后力士杀球，对对对。文哥打会打爆他、欸。这是第几场？第二场比赛。这是循环赛是不是？是真的。比积分的话，那我一定要、啊、我一定要在这场打15-0。好，比积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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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比积分。可是我刚分数很低耶，刚15-7吧。哇哇 哇！不愧是失败的气势，不愧是那个失败的气势，平常就打排球的冠军啊！我从来没有赢过、欸，我从来没有赢过，我以前都没赢过、欸。哇，看来我要赢了。没有，他被打傻了。被打傻了，这样被打傻了。哇，哇一个靠气势的，还有五比零了，被打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个靠气势的被打傻了。为什么？哇，一个靠气势的被打傻了，好笑。我怎么会输给他？不合理啊！哎，看。逆转了，逆转了，我还不垫你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，怎么没回到啊？吓我一跳！几几只嘴啊？哎、欸，你打一个慢球骗我。传说中的小变球。哇，打一个慢球骗我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的优势很大、啊。我的优势很大、啊。我的优势很大、啊。啊，我已经四龙啦，你自己五龙马上就来了，跟你讲，五龙，你、欸、看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你！我知道为什么啦。什么？你们不要闹 shift 啦！你要闹 shift 的时候，我没有闹 shift 啊，我会动不了、欸。我没有闹 shift 啊。可你看，我根本没闹 shift、啊。有。哇！不要骗了，不要找借口。真的啦！你输就输，哎、欸、干！你输就输啊！真的啦！哇！哇！慢慢追回来啊！虽然说会垫你，但是就哎干、欸！哇！连续剧啊！哇！哎、欸、干！怎么这样？我、哦、追上了，追上了！这一波是比赛的公式啊！哎、欸、干！哇！太强了！直接拦网啊！好猛啊！不愧是大炮手悠悠！比卡！哇哇哇！这么大分差！逆转的逆转啊！啊！不行！我要冷静，不是掉球。我要等到你失智，我再打。我已经知道你的 mate 了，你是那种输了会失智的人。哎呦，我顶！哎干！我还以为会掉过去。变化球。哎，哦，是没拍到、啊。坏的来咯第一季的冠军，哎、欸，你骗我！你老实哎、欸，你骗我！快的来了，干骗子哦！这样，刚才就不见了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要死我了！哎、欸，我一个快慢交错，还没打到十字了吧？啊、我十字了，破冰必败。还想骗我？嗯，哎、欸，怎么没看到啊？看我怎么解决赛点，我的招牌小便球。哇！那现在换谁？换你打了。啊，对对对。那你要右边左边？我要怎么录音？好、啊，你跟我说哪一边好了。你跟我录啊。就上下左右 Enter， 我就直接接着掌镜就好了。牛蛋，换你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猎人碰到猎人的时候，他的反击是说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可不可以说？你可不可以说大自然很重要什么的？因为我只记得德鲁伊对德鲁伊说大自然很重要啦。开始哦！干开始个屁啊！干笑一跳。等一下，你挑一个别的讲，你挑一个别的讲。我会杀死你！我会以荣耀作战。嗯，荣耀很重要。什么意思、啊？我只开始啊！我只记得大自然啊！开始哦！
啊啊！敢骗我？哎、欸，哦，摸球，敢？哎、欸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想骗我？哎、欸、啊！对，嗯，哇，学我，你等下就要连续输好几球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刚刚就是从乱拨头发开始输的。哎、欸，想摔我哈？嗯，哎哎哎，你用言语攻击我，哈哈哈！想来想来想哎干。为什么老是拍不到啊？这是五比零的节奏。哎、欸，你这，欸、我球掉了！耶！干干干！魔球！右边真的有时候会突然动不了，真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骗你啊，那个方向键有时候不受控啊。我听到你在说话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那个耳机离你太近了。我听到你在说话，还是你被打到十字了？我比较老，要是我年轻的时候表达你们，还说我找理由哎、欸，错，我要是年轻的时候表达你们，我跟你讲，快看，哟，这是个是比尔的节奏，你们要是像你们要是像我这么老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我就干死，我就干死你们，干，吃屎啊，哎、欸。干，这样都接得到，怎么那么强？我一直手让他，不杀球，我不杀球，还以为嘞，真的，嗯，跟你讲啦，嗯，哇，干你！哎，你分数怎么没增加？有啊，有啊，哇，话术别人呢？幸免的注意力，吃屎吧！哎干，哎干，奇怪，感觉好像没有动。哎，啊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我已经决赛末点。我等一下就赢了啦，给你吃。干，哎，这样我是不是赢了？对，冠军。冠军，你有没有感言？你要不要说什么圣光什么之类的？其实我还没露出我一层的实力。哇！等一下，嘴炮，等一下，嘴炮。